这是奶酪桑葚巴斯克，桑葚主打味的第一次煮，好好吃奶酪入口绵密丝滑，湿润丝滑的口感，搭配酸酸甜甜的桑葚，再来个树莓开心果味，哇哇哇，超乎想象的美味，开心果太香了，还微微发咸，树莓奶酪甜甜的，好厚好扎实一块，吃起来很爽，还能吃到开心果碎碎，我吃美了，老公们下期见，快看里面有颗可爱的麻薯丸子，墨迹迹的汉堡茶混在一起，太好吃了吧，墨迹迹的芝士拉丝，一大口在嘴里好满足，抹茶芝士的味道很浓郁，哇哇，小丸子也想逃过我的法嘴，吃热绵密好爱，开箱入口味尝尝看，不愧是双层芝士，口感好丰富，外层裹着奥利奥，搭配浓郁的抹茶，好绝啊！吃心里又丝滑的口感，抹茶巧克力薄饼来喽！表面是抹茶生巧涂层，搭配开心果碎碎，是又酥又软的奇妙口感。小子又来烤丸子了，是没没了又。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奥利奥还有冰激凌版本的吧？奥利奥饼干是软软的，口味很正宗，一口咬下去是香草味的奶油加奥利奥碎，冰冰凉凉的，好吃哭了，奶味好浓郁，好爱。奥利奥三明治果然名不虚传。是个常规版的新品，是香草味的云朵蛋糕，奥利奥脆皮雪糕，一口就爱上，奶油微微发咸，外壳超级脆，比三明治的口味更加甜一些，又软又酥的口感很奇妙，冰冰凉凉的太爽啦，超大一桶奥利奥冰激凌，单吃一口肉眼可见的开心，加大版麦旋风，好爱，里面有好多奥利奥饼干碎，没有特别甜不腻口，等奥利奥脑袋快乐风啊。